家己一个知名卖场的楼顶停车场，因为装饰太阳能板，日头透过太阳能板的空棚照伫路面，亲像是停车界线。每一个驾驶拢看无停车界到底是伫倒位。网友嘛笑讲，这个停车界会随着时间刷动，是刷动式的停车界。有网友在脸书分享相片，一处的停车场艺术加装太阳能板，你日头被太阳能板挡掉的之后，地面这寸旁有光线，在相片中交接的阴影甲停车格的线看起来拢同款，然后拍相片的人大画停车格伫倒位。原来这是该市一处卖场，因为装饰太阳能板，才有日头阴影甲停车格贴做伙。不过这奇怪的景象，也予前来卖场的人纷纷表示，只因为设计，予停车格变了真无明显。看着光线都无看到鸡啊！啥那无看到鸡啊？光线咱当作是啊，都鸡啊呢，当作是停车格。我结果一直开，才咱看到这停车格。好像那个光线，那个光线的关系啊，哦，就乱掉了，就乱掉了哈，就这样会造成这个光影就是看不到白线，視線不清楚哦。对，你相片铺上网络之后，网友啊讲，这个停车格会随着时间改变，不管是轿车，或者是奥托拜，拢有法度找到适合的位置停。而这独特的停车场，目前也成为网友讨论上多话题之一。新闻调民间七彩虹报道。亲爱的乡亲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。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咱会当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。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